李可欣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敢跟你保证，你若什么都唔讲哦，确实真正咧找死。我唔对，你若想要保命，就乖乖跟我合作。什么意思啊？杨小东啊，敢讲你只是在搞吓惊，根本就无去告我。我确实有去按铃申告，不过你若是愿意出面作证，把海王犯罪证据交给阮警方，我愿意随去撤告。好啊。是无啊，李可欣，即马等你接受记者这个采访，你何等啊，你的底啊，网络即马等你主播啦，来来来来来。江海得到一聘了后，为着要降低成本，竟然使用黑心原料来制作食品。等下，过来要哪处理？你即马赶紧去吩咐俊豪，把所有证据拢甲处理掉，绝对袂用阁予人找到咱的空房啊！是，我甲你马上。江先生，你的前地图是可信？第一直播面顶讲的讲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烦恼讲你还阁继续算人去乌了愈无愈侪啊？各位这朋友啊，这件代志我相信江浩双林在解释说明。即马就听江先生先讲啦。这边我的政敌组李小姐对我提出种种的告诉，若果安尼生落去吼，对我个人是无什么影响啊。啊，不过对我公司几落千人的员工有真严重的伤害，因为因大家拢总有家庭，因需要这份薪水，所以为着要专心。来保护因大家的安全，我江海伫遮正式宣布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退出这场选战。李可欣，你认唔着人啊？谁在那？快，放开！你把我赶出城市啊？别人我唔敢讲，那唔可以，就是放着，我把你认出来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等下要请你回办公室啉杯咖啡啊啦！没啦，我搁有代志，我先来啊。你到底搞啥？你个你！你不是要打电话给小布丁？小布丁哦，就是可心，可心就是小布丁啊。状况真不一样，咱赶紧去开刀房。啊，你无代志，你走，我今要创啥？等有代志要问你啦，来啦。等。九姐，你来了拄好。来。这是李可欣的头毛啊。你替我提去做亲人的检查。我要伫上短时间内来知影结果啊。嗨。去年鉴定已经出来，鉴定的结果，你看，99.9，99.9，真正是安尼，李可欣真正是我的早孙啊！医生啊，我早孙啊！情形安怎？
袂当真幸运，重要器官拢无破，只是叶子宫因为车祸撞击破裂严重，之后全部摘除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可心以后袂当阁生囡仔？真歹势，为着要救命，只好安尼做。可是你也未当阁生囡仔，阿都表示尴尬的后代转。可是你真醒啊！可是你真醒啊！你哪敢搞我海干的呀？谁哪敢唔肯帮我耍？为的。拢落伫恁的手头啊，嘛都袂走啊，要抬要挂水在里，我拢无咧惊。其实讲哦，我就是介意伊这款欺骗啊，你甲看代志都行到这个地步啊，伊嘛是阿公唔认输，不得不欣赏伊啊。你哪能讲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确实是有阮尴尬的欺骗。尴尬？我之前都跟你讲，我有找到你的阿公啊，伊就是你的阿公。这边好可怜，干嘛受害嘛？小姐，你醒啊？你感觉身体安怎？我感觉我的肉都敢那愈来愈疼。哦，那是因为你刚刚打完手术，麻醉一定退啊，当然愈来愈疼。手术？是啊，你刚刚提完子宫，一定要倒在眠床好啊，休困才用的。